品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品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FQQ 的非主流对抗，开局就很刺激啊！正如大家所见 ，FQQ 直接敲了三农民，这也是非常经典的魔兽战术啊！三农民 TR 暗夜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局能否成功。好，简单介绍一下本场对抗，地图选择是 AZ 亚马逊，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族 ID FQQ。开局的话，直接三农民来了啊！开局三农民直接 TR， 这个战术的话，曾经职业选手玩起来很爽很爽啊。不过呢，这个战术用的多了，暗夜精灵防的套路也很不错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话，无忧三农民这个位置的话，没有造到里面，他选择先造在这。三农民讲究的就是运营啊，家里的经济是吧，一刻也不能耽误，要最佳的一个效率让自己塔起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这一边选择的是 DH 恶魔猎手，他没有选择老路，他选择恶魔猎手，看来这个暗夜精灵还是会玩的啊。来，一般来说恶魔猎手防的话压力会比较大，那 QG 防起来的话压力没有那么大，这一局他非常自信，还是选择恶魔猎手，那他应该的话技术很不错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 FQQ 三根塔升的都是箭塔，家里继续敲民兵到前线支援一下。哦，怎么防这个三农民 TR？ 暗夜精灵有很多战术啊，其中有一个战术就是基地站起来。哦，这个基地直接过来拍这边的塔，哦哟，这也是一个套路。站基地的话，有的基地就是上来拍树，有的基地是跑开来。那这一局暗夜精灵选择的是迎难而上啊。好，不得不说这个套路解决的也非常完美啊。英雄一出来一根塔掉，那 FQQ 只好了一根塔，那一根塔起来的话就没有希望了啊。暗夜精灵家里还在出 AC， 那这一波生命之树把这个塔给拍了， DH 把农民给干掉，那 FQQ 好像没了呀。开局三农民 TR 直接被暗夜精灵占基地给化解了。那我们看一下 FQQ 并没有放弃啊，他选择重新再造祭坛，我重新出英雄给你玩。那暗夜精灵要不要趁你命，要你命啊。好， DH 直接过来追杀一下这几个农民，嘿，来我家，你以为我家是厕所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好，干掉。 FQQ 的话也是很聪明啊，兵分两路，你跑这边我跑这边，保一个。这农民好像跑过头了。好， AC 的话也过来，FQQ 在外面还造了一个小房子。好，暗夜精灵过来一看，呵，趁你还没有运营好直接打。那现在想围杀一下这个 DH 啊，这个 DH 还是很肉的，围不住。那现在 FQQ 应该会选择中立开吧，祭坛造好直接外面买一个英雄。那暗夜精灵大部队过来了， FQQ 接下来就是看民兵的操作怎么样啊。DH 可惜手太短了，你得往里面啊才能打出输出，这样很容易被围杀。好，民兵再加防守，那另外一边小农民已经开始在买英雄了啊，这个小农民没有回家也是有道理的啊。好， FQQ 最终还是选择一个 Tink 啊，地精修补将。哎呦，这个民兵追得有点远，好，你追我就走，你不追嘿我就来了。那这一波 FQQ 家里的民兵啊，操作起来压力还是非常的大啊。来来来，你敲出来，那你家资源就很受影响，你不敲，那接下来我就杀你农民。好，一个农民倒下，暗夜精灵这个操作还是有点细啊。 DH 扛伤害， AC 在后面躲在后面打伤害。好，暗夜精灵 DH 在那里搞事， FQQ 的话 Tink 也过来反打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是吧，我在你家里搞胡搞一通，你肯定要回来救一救，毕竟 Tink 啊， Tink 这个骚扰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好，小精灵喝了一颗井水并没有爆掉，那家里继续补 AC 吧。 AC 的话第一时间还是要把这个口袋工厂给清理掉，口袋工厂清理掉家里的话才没有后顾之忧。好，这一波 FQQ 来进攻起来，打得不错，把对手给逼回来了，家里的话暂时可以缓一口气啊。好，暗夜精灵自信升二本了，两波进攻我都防下来了，后面的话对手应该是没什么力量进攻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 FQQ 双线敲民兵啊，赶紧把自己的英雄等级给练起来。来来来，听可现在买了一个鞋，买了个单船，马上升到二， DH 也马上升到二，两个人现在暗夜精灵部队稍微多一点啊， FQQ 基本就一个英雄。好，打了一个攻速手套，
那接下来这个点自己练还是敲民兵练呢？敲民兵练也行啊，听个可以大二，大二之后升个被动。哦 ，DH 恶魔猎手他又来了。这一集的话 ，FK 就开局三农民失败啊 ，DH 看看，哎，他好像也想去买一个什么好的道具。FKK 的话有鞋有单船，跑得比较快啊，来我走。另外一边 AC 美眉也过来了，暗夜精灵是不是还想再打一波进攻？ FKK 看到对手过来，赶紧去把战场啊，把战火燃烧到对手家的旁边，千万不要在自己家。好，双线民兵一敲，这边升到了二级，这里哎，看看能不能买一些什么道具。好，买了个伐木机器人，哦呦 DH 直接跟了过来。 FKK 这一波的话伐木机器人要小心。好，你敢进来，哎，我这边的小丁进去把你围住。 DH 心想，我还是不要被围住了，过来先把这个口袋工厂给清理掉。哦呦，但是 FQ 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围杀， DH 这一波是没有回城的。好，幸好这个口子没有围住啊，钻了出来。哦呦，太吓人了啊。好， DH 家里抠一口水，来伐木机器人要追杀一下。那现在的话天还没亮，暂时没有飞艇可以买，而且现在木头也很缺。哦呦，这里直接干掉。这一波 FQ 的话伐木机器人刚买直接被干掉，然后英雄练级被抓，很伤很伤。那看一下暗夜精灵，那也就趁机把这个点给练了吧。好 FKK 现在家里赶紧补塔，塔补起来啊，补一下状态。那现在暗夜精灵家里的话现在是三口月亮井，哎，一不小心勾了一个闪电盾啊。好，这个点练完 DH 就差不多到三级，哇，三级打二级啊， FKK 压力会非常的大啊。那接下来咋整呢？好，继续买一个伐木机器人啊，别人家的买了没用了啊，被打掉，那我自己家再买一个。好，把家里给弄好，对手的话撒一下粉，看看你在干啥。 DH 已经三级了，五个 AC， 这边二本升好了，要不要再二发一个纳迦，非常强势的一波进攻啊。 FKU 还是一个英雄，感觉要走远了啊，一个英雄，哎，FKQ 好，买了一个炸弹人，可以 FKQ 最后的机会啊，就是靠炸弹人把他给炸回去。家里呢补塔，能补多补一些塔就多补一些塔，多撑一点时间。好，一个炸弹人，哎，又一个炸弹人。好， FKQ 就靠这两个炸弹人了啊，这两个炸弹人给我失败了，那 FKQ 也没有机会了，就看炸弹人。来，我炸弹人就在你门口，你敢过来吗？首先先把对方的基地给拆的差不多，我把小精灵给干掉，让你修不了。哦呦，暗夜精灵现在 AC 美眉，哎呦，暗夜精灵压力有点大，他在操作家里。好， FKK 炸弹人上去了啊，来一个炸弹人，两个炸弹人。好，暗夜精灵炸弹基地还在，修修修修修，三个小精灵在修。 FKK 扔了一个口袋工厂过来拆， DH 马上过来回收回救一下。在暗夜精灵现在，哦呦，小精灵好像只有一个了，还有两个，第三个小精灵赶紧过来修。 FKK 的话赶紧用小地精把这个小精灵给干掉，这个基地好像要保不住了，完了，这个基地要是一倒，暗夜精灵要重新恢复起来很难。哦，基地还是干掉，小精灵好像全部被杀完了，是不是？这一波暗夜精灵没了呀？哇，这也行，暗夜精灵打出了奇迹，两个炸弹人终结了这场对抗啊！最关键，小精灵也杀完了，这暗夜精灵想死灰复燃都不行。好，我们恭喜 FKGO， 这一局的结局真的是有点令人意外。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